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。各位同修大德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就接着来念讲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》。 各位同学啊，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请大家翻开一百零二页啊，这一本观音三经合著的一百零二页倒数第四行啊，是名十四师无畏力，福被众生。我们前几堂课都是在。 讲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十四种施无畏力。那么呢，施无畏力，要是根据我们后面的经文啊，我们这一本啊《耳根圆通章》后面经文有说到：“十方围城国土，皆名我为施无畏者。”那么呢，后面呢经文上有这么的一句话：观世音菩萨。 布施给我们的是大无畏。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很多，可惜练呢怎么样呢？你不相信，那就没办法。练呢不相信，如果你要是练了相信，这三十二应，十四无畏，以你就是感应道交。 福被众生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不但能够令一切众生脱离一切的苦难，而且还能够得福德，得到福德，真的是大慈大悲。大悲是叫我们离一切的苦难，大慈呢？ 是叫我们能够得福，得什么样的福呢？那就要看你的信心的程度了。你要是全程肯定的啊，去相信，你丝毫都没有怀疑，一切明了的去修这个法门，最高的能够得到。 如来果地上的福报，可是你要晓得哦，这种福报不是观世音菩萨给你的，是你从这个法门去修学，悟了藏性之后，如来果地上的福德，是你如来藏性本来具足的，所以啊，离苦得乐。 一点都不嚼，观世音菩萨给众生的实在是太多了，“施无畏力”这四个字就把它通通都包罗尽了。那么再来啊，我们再接着一百零三页第三行。 世尊，我又或是圆通，修正无上道故，又能善获四不思议、无座妙德。这段给我们说四种不思议，融合前面的二观。前面虽然是啊，显明上同十方如来，下合十界。 一切众生，这都是随机应化，在理论上啊，在理论上说呢，还是有限量，还是可思可议。虽然说三昧，还是从阴地上来讲的。那么到到了这一段文，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文啊，则显示。 观世音菩萨，圆融到了极处，圆极了，圆融极了，那就是不可思、不可议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变。所以啊，菩萨自己说啊：“修正无上道故”，这是说这个。 道是无上道，其神妙亦不可思议，是无法来测度的。前面的说法以及说称名的功德，我们还能够啊推测到一些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那实在是无法再形容它。了。 这是菩萨讲的，修正到原极了，能令众生得大自在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。换句话说呢，虽然他是菩萨，以如来在果地上的境界，真是无二无别，所以。 未知无作妙德啊！那么这个经文着重在“无作”两个字，有作就不妙了啊！这是我们修学要特别留意的。什么叫有作呢？什么叫无作呢？有作，无作。 是都做，不是不做。有做是什么呢？有心去做。这个有心是有妄心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有心意识去做的。无做，做不做呢？做。那么做是怎么做呢？ 没有新意识的做，他在哪里做呢？没有新意识的做是妙做，是三轮体空，是妙德。有新意识的去做呢，就有业。啊。你善心去做是善业，你恶心去做。 恶业哦，诸位要晓得啊，要紧的是心，善心做恶事还是善业？恶心做善事还是恶业？这里头啊，道理啊，诸位啊，仔细的去想想，大臣戒律。 大臣介力是论心不论事，跟小臣介不一样。小臣介事论事不论心，为什么呢？偏重在人天福报。大臣是论心不论事，偏重在初三界。 正菩提涅盘，这是不一样的哦。啊，善心、恶心都没有离开心意识，所以啊，这种不能称之为无作妙德。就修道来说呢，是有修有正，因为他有心。 有修有证，我们念佛，如果是有坐而念的话，你这个功夫可以念到事一心不乱。以楞严经这个理论，我给我们所讲的，可以达到事一心不乱，但是不能达到理一心不乱。 你一心不乱，一定要舍事用根。教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：舍事是什么呢？不用心意识，换句话说，八是五十一心所，我们通通不要用它。 那你就是无座妙德啊！你说我做什么呢？穿衣服是无座妙德，吃饭是无座妙德，穿衣吃饭就是啦。我们现在穿衣吃饭怎么样呢？穿衣吃饭都在。 心心所里计较，在这里面起烦恼，在这里面起分别，起执着。所以啊，衣也不会穿啦，饭也不会吃啦。其实，你穿衣吃饭都离开了心意识，完全与真如本性相应。 哇，那就是像慧海禅师啊所说的，人家请教他，老和尚啊，你用什么功夫呢？啊，他就答一句：既来吃饭，困来眠，也就是说，饿了吃饭，困了就睡觉嘛。 这就是人家用功的地方，我们听了呢，啊，哪个肚子饿了不吃饭，哪个困了不睡觉呢？人家是真吃得下，也真睡得着，为什么呢？他事情了了，没事的。我们现在啊。 烦恼没有断，生死没有了，饭吃的不安心，觉也睡得不好，生死没了，他是什么呢？人家是生死了，烦恼断了，所以啊，到吃饭的时候呢，就吃饭；到睡觉的时候呢。 就睡觉去了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没事了，是这个意思哦。真正到了无作妙德，穿衣、吃饭、睡觉，都是无作妙德，这就是减别，不是有为有意去做的。 而是怎么样呢？任运自然的成就，任运自然的成就。OK，下面啊四种都是这种境界。这个境界的意思呢，比前面要深得多，比前面也要圆满得多啊！大家请看经文。 啊，这个经文比较长一点啊，我们一段一段来研究。OK，我们现在看第一百零四页啊，第三行，译者由我出货，妙妙文心心经遗文见闻觉知不能分割，成郁圆融清净宝觉。 这个是啊，他叙说他成就的时候，我们俗话讲，观音菩萨自己修行，他得到最初得到的这个境界，给我们说出来了啊。出货的出，就是前面讲他用功，他的功夫在。 反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就是讲它出于文中的出，用这个功夫。出于文中的出，可以这样说吧：耳根接触生成的一刹那，这是出；这一刹那怎么了？还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。 闻性闻，如果有一念心升起来了，就落到意识里面了，那就不是处了，就落到第二义了啊。观世音菩萨这个用功啊，它能够保持在第一义，它不落在第二义。我们修行所以不能成就。 是我们从第一意一刹那之间就落到第二意、第三意了，啊，麻烦就出在这个地方了。OK，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。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，再想想自己，说了一个文，这是六根里一个代表，卷文。 觉知六根通通一样，眼见色，它能保持低意；耳闻声也能保持低意。六根接触六层境界，六根的根性全保持在低意上。低意是见性，前面十观显见。 讲见性，见性、魂性、嗅性、常性、觉性、知性，所以对外面不是六尘，对外面也是六性，对外面是六性，这叫见性。 如果会这样用功，你们就会想想，正无上道就在一念之间，哪里要什么三大阿三起劫呢？正是经上所讲的“弹指超无学”。这个“无学”是指谁呢？诸位要晓得，“无学”是讲大乘。 帕罗汉、瓦云地的菩萨，超无学最低限度也是等觉，超了无学一坛子之间，的确从凡夫地正等觉菩萨。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从哪里修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 你都能够保持在第一义，就是焦光大师讲的，用根不用事，用事这是第二义。啊，有不少同修读了《楞严经》之后，啊来问如何用根呢？怎么样才能够舍事用根呢？ 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，第一是什么样子？第一眼见色，见而无见，不是说见了就像看不见一样。那这个法门我们不学，学它干什么？见是真见，无见。 是无妄见。什么叫妄见呢？学过唯识应该晓得，八识、五十一心所、心心所都有见分，那个见分是妄见。没有妄见，没有妄见的见是什么呢？那个见是见性之见。 听而无闻，真闻无妄闻，闻是什么？闻也是见分。诸位要晓得，心心所四分，智正分、正字正分、见分、相分。那个见分，在眼叫见，在耳叫闻。 耳识的见分就是能闻、能听的作用，眼识的见分是能见的作用，相分是所见、所闻，这个都是叫望见、望闻，不是真实的、啊。真实的是什么呢？ 是见性见，那是真实的。你要是到这个境界，那就可以说一句啊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实相，不是虚妄的。”没有到这个境界，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这个说法还不懂的话。 我们再举个比喻说，譬如我们好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像，实相，我们张开眼睛看得很清楚，还所有相皆是实相。假如我们戴个绿色的眼镜，戴个太阳眼镜，戴个绿色的眼镜一看外头，你们每个人的脸都是绿绿的。 我戴个红眼镜，你们每个人都是红红的，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懂这个意思？我们现在在见性上面戴上眼饰，就是戴上星星锁的眼镜，看到外面的像 皆是虚妄。如果把心心锁通通拿掉，你所见的相，皆是实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问修行的秘诀、修行的要领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保持你的第一面。 不要落在第二念上去，就是第一义。第一义是什么？见性见，闻性闻。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。这个办法就是坛子超无学，还要什么三大阿僧奇劫呢？ 弥陀经里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太多了，哪里要那么长的时间呢、啊？你们注意想想，大藏经你不去研究，你怎么能晓得这个道理呢？你怎么能够懂得这个门道呢？你平时用功，就晓得应该怎么个用法。 你不明了这个道理，不懂方法，平时用功，真的盲修瞎练。一说你盲修瞎练，你马上火气就来了。可见的是盲修瞎练了啊！如果真修真练，八风吹不动。 如如不动，赞叹你几句，高兴得意的不得了；诽谤你几句，火气就上来了。可见的小小的境界，风一吹就动。那你不是盲修瞎练？那你是什么呢？啊？我们问问自己，当然是盲修瞎练呐、啊。 各位，你可以好好的 test 自己，是不是盲修瞎练？就用这个方法，OK。在《妙妙文心》，就是讲的反文文字信，实际上在前面都讲过，反是什么呢？反是。 回头，怎么个回头法呢？这个要想的，众生的心随着外面的境界流转。前面讲我们这个耳饰。第六意识就是心心所。我们以耳饰来说，留意。 奔三流到生层外面境界上去了。眼识是流意奔色，流是像流水一样流出去，意思放逸，放逸在色相里去。六根的根性被六世。 隐蔽了，平时就是妄心起作用。反闻不是说文性反过来，文性没有反的，文性是真诚的。它反个什么呢？再胜不争，再反不减，它是常住真心。它反个什么？可见的啊。 那个反是是什么呢？心心所反过来，不往六层上去留意呀，反的是这个啊。所以啊，反文这两个字是两个意思，反这个字是对心心所说的。 心心所反过来，不去攀援外面的六层境界，这个时候文性就现前，这是文的自信，这就叫舍事用根，凡就是舍事。 不用它了。一般凡夫在迷的时候，用心心所建设。这样讲比较方便一点。因为建设的确很复杂，不要以为建设，这是演示见到色尘，其实它与第六世有关系。第六世分别。 第七是执着，第八是落印象，而且啊，以六是七是八是，前五是相应的这些心所，一刹那之间，同时都起作用，复杂的不得了。我们讲心心所，一切复杂的情形都可以包括在里面。 心经所起作用，我们现在心心所不起作用，这就是反的意思，就是舍的意思，舍是此地用个反，用根，就是用根性，就是闻。你要问怎么舍是用根？本经里面。 就用“反文两个字。前面讲“反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”，这个功夫的确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锻炼哦，而且用功。再告诉诸位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什么环境。 通通没有障碍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用功的要领呢，就是古人所讲的：“不怕练起，只怕觉迟。”为什么呢？你一个练起来了，落在心意识去了，心意识里头才有。 妄念觉是正念，念是妄念，所以觉悟的活菩萨，他有正念，没有妄念。我们才有一个妄念起来，立刻就觉悟，一觉是死，这个妄念不存在了，把妄念打消掉。 所以啊，古人才说啊，“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”这是讲我们用功夫的方法。眼见山，一起心，一动念，立刻觉悟啊！觉悟什么呢？又落在心意识去了。 而文森才一起练，又落了新意识去了。这种原理原则，我们在啊讲习当中跟诸位讲了很多，希望大家要记住，要会用，这是完全讲的自受用。他受用，他受用要在正念里面在。 变现出妄念，为他受用。譬如啊，我们眼睛看到茶杯，我们起了一个念头：“这个杯子不错嘞。”这就错了，这就是迷了，落到心心所里去了。真如本性里面本来无一物，哪有什么错不错呢？ 没有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个杯子不错，就落心意事去了。别人受用的时候，我给你介绍这个不错，怎么样好？不是自受用，是自己从清净心里面变现出心心所为。 他受用，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哦。啊，自受用跟他受用要画的清清楚楚，把他受用的当做自受用是凡夫，把自受用的当做他受用是阿罗汉。入了涅盘，为什么？ 他心不动啊！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，自受用的不是他受用，他受用的不是自受用，这是不可思议。他受用的表现跟凡夫没有两样，打成一片，和光同尘。虽然和光同尘，自受用当中。 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落在心意识里，这是高明级啦。啊！诸位休息的时候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太少，观世音菩萨在此地说六十二恒河沙法。 一个菩萨代表一个法门，六十二恒河沙法门，一句名号，一个原理，就是反文的原理。反文就是舍是,是用根的原理。在圆觉经里面，特别告诉大家，修行修什么？修圆觉心。 净圆觉心，《圆觉经》第一章，《文殊菩萨》第一章一开口就说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圆觉心，所以你修什么了？修清净心，在境界里头起心动念，清净心没有了，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。 不管别人，我自己清净心还没得到，天天管别人，我自己的清净心在修无量阿僧祇间还得不到，那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“泥菩萨过河啊，自身难保啊，还想渡别人，哪有这个道理呀、啊？自己清净了，再度众生。” 你度众生的时候，不会害众生，不会误众生。为什么呢？理论真的通达，门道真的晓得。自己修行的时候，自己真可能有成就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理论的方法自己试验过的，没错，才敢教别人呢、啊。OK。 自己没有试验过的靠不住，自己误了自己，那我该。你自己再误了别人的话，这个罪业太大。所以自修比教他要重要。修什么？就是修清净心。修在一切境界里面舍事用根，一切境界当中反闻闻自性。 用这个方法啊，这段意思很深哦。我们刚刚只说一个“出”货，只讲这个字啊，只讲“出”这个字。那么底下的呢，“妙妙文心”，这里头还有很精的意思在里头。我们现在讲的这四种不思议啊。 一者就是由我出货，妙妙文心，那么呢，这是第一种啊。这四种不思议比前面的境界更高，更殊胜。这是观世音菩萨证的圆通以后的境界。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修行的方法啊。我们刚刚也讲出货之初，这个“出”字。 就是这一章的开端，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，他所修学的方法是出于文中反闻文字性，用这个办法。啊，所谓出于文中，这是啊，就六根里的一根来说，一根明了之后，是根根皆然，都一样。他所修的是耳根圆通。 耳根所起的境界就是生成，生成的境界当然是非常的广大，也是无量无边。在佛法里面，把它归纳为两大类，一个是动，我们讲的有音声、有声叫做动；，另外一种就是无声，无声就是静，静。 也是耳根所对的对象，各位要记住哦，不要以为听得有声音哦，是我听到了；没有声音的时候啊，是我没有听到。这个话是笑话，这是错误的。没有声音是静的，境界你也听到了，所以大家要。 没有声音啊，是静的境界，你也听到了，所以你听到的，一种是有声，一种是无声，就是一个是动的境界，一个是静的境界。这个地方着重在“出”啊这个字，是在讲，出相不可得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文性它是不生不灭的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。出相你到哪里去找去呢？这是说真实话，出相不可能。从方便当中，我们可以说出相。以往我们是明在境界里，从今天啊。 从今天起，OK，大家记得从今天起是反文，这一反就是绝，觉悟了，不知道回头，随着境界迁流越迷越深，那才叫做生死。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复杂，不是几句话就能够把它讲清楚的，牵涉到的经论也很多。 啊，起心路是讲的这个问题，啊，讲三系六出。你要是把三系六出的道理通通明白了，你才晓得怎么个反闻这个意思，就能够体会得到。三系六出是说，我们真如本性一念不觉而有无名，这个无名是什么样的过程？ 变现到我们眼前的境界呢？现在啊，大乘起心论就是讲这个道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本来是觉悟的，本觉本有，本来是觉悟的，现在不觉，现在迷了。什么原因迷的呢？几时迷的呢？ 一直迷到今天这个样子，哇，这是个大问题嘞！希望诸位对起心论要多下一点功夫啊！如果你通达了起心论，一切大成经就不困难了。起心论是一切大成经的精华、精义，我们慢慢的研究。 那么慢慢对观世音菩萨这种修行方法，你就晓得门路了，你也就会有个概略的认识了，自己应该如何修学，也就不难了啊。此地的“初”在起信论里面讲，就是始觉，从前不觉，现在一下觉了，耳根接触生成。 这是初觉，是觉。眼见色觉不觉呢？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对畜尘，意对法尘，一绝，一切绝。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你会用一根，六根全都会用，这就是出于文中“出”的意思。 啊，出货或是他得到得到什么呢？妙妙文心，反文自信的时候，反文之文就是始觉，自信自性也就是本觉，十本合一，不但本觉妙，始觉也妙，本觉是心。 始觉也是心，所以叫妙妙文心。这个妙字，一个就是本觉，一个就是始觉，皆妙。现在，也许同学们困难的地方就是反闻，反闻怎么反法？是不是我们的文献出去之后，得回头来？ 啊，这个难懂。《那眼经》里面举的见性十分显见里头说的很清楚，我们的见性是不是见到物象，然后又回来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没有这个道理哎。这里面牵涉到唯是的问题，唯是说理是比一切经都说的详细。 那个离本来就复杂，所以讲起来相当复杂，当然难讲。但是为是的大意，我们一定要懂。换句话说，最低限度像白华、五韵、二十颂、三十颂、规矩颂，这是要下点功夫去研究的。这个等于说为是学里面的常识。 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，通通要晓得这几门功课，可以说是大乘佛法里面的共同科目，而且是必修的科目。要懂得，懂得这些说法就方便得多。所谓反文啊，就是不用心心说，就是反文。教光大师。 在本经给我们提出一个修学的纲领，他叫我们舍世用根。我们晓得本经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也就是本经啊，本经就是《楞严经》，楞严精华的一部分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就是我们念的这一章啊。 这是全经的精华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观世音菩萨提倡的反闻闻自性，教光法师不叫我们反闻闻自性，叫我们舍事用根是什么意思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舍事用根就是反闻闻自性，是从哪里返回来呢？从事里面返回来。 不用事而用性，用六根的根性，就叫做反文文字性。因为文性从来没有中断，文性是真藏，常住真心。反文实际上就是返回用文性，反的意思就是不用事，因为我们以往我们六根摄境。 全用新意识啊，就是为师里面所讲的八世五十一心所，我们自己认真的反省，我们在二六十中建设文思，是不是都用新意识呢？观世音菩萨他高明的地方没有别的，用心意识，这是用望心，心攀缘境界，往境界上跑。 在境界里面起贪嗔痴慢，顺着意识的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妄心。实际上说八识还不太有大过失，真正作怪的造业的是心所。六道凡物，哪个人不是生活在二十六个烦恼心所里？你在建设纹身。 六根接触境界的时候，所谓合了你的意，心意的，合了你的意思，你们想想，合了你什么意思呢？真心里面没有意思。六祖大师所说的真心是什么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真心里没意思。阿赖耶是是只落印象，他也不分别好坏，就像布袋和尚的大口袋一样。 他没有分别心，人家供养什么往袋子一装，他看也不看，那个大口袋尽管装就是了、啊。好的也装，坏的也装，他不分别。第七世的执着，第六世的分别，可以说都不是心。你说和哪个意思都没有，那个意思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心，心是什么？贪心。 谁喜欢呢？贪心所喜欢；谁讨厌呢？嗔会心所讨厌。众生用的心，诸位要晓得，他要是能够用八识，就相当高明。他不但把真心忘掉，八识也忘掉，他所用的心就是心所，而且在心所里面，绝大多数都是烦恼心所，六个根本。 烦恼，二十个谁烦恼？用这个，把这个东西当做心，所以呀、啊，你的心多，啊。所以我们有多少心？无量无边的心。白话里面二十六是归呢展开来经上讲八万四千烦恼，八万四千不算多，八万四千还是刚 四宏四验所念的烦恼无尽试验端，可见得烦恼是无量无边无尽的。尽力把它归纳成八万四千。好，我们今天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么，我们现在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。 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谢谢各位，感恩各位。